哎，你觉得他们两个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好浪漫。你觉得你浪漫吗？哇，我很浪漫啊。看不出来。你知道我的鼻孔吗？我知道你的鼻孔。是什么？心形的。爱心鼻孔。哎，有这么浪漫的一个男人。那所以你以后跟姑娘表白，你就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我就说，哎，宝贝，我爱你。这样子啊，不浪漫吗？好，我们是几个月没见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六个月。好短，是不是？好短，好短。对，这么快又见到了。哎呦，哦吼。你会恐怖吗？不会。我觉得你比较恐怖，你是这片竹林里最恐怖的。我觉得你比较恐怖，我是陈竹林，我讲话是这样子的。哎，这里怎么样？这里可以吗？这里好凉啊！哎呀，累了。哎，开始吧。好，我来了。给我加油！不给我加油吗？我给你打拍子是不是？啊，我给你打拍子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快点。谁最帅？我最帅。谁最帅？我最帅。你说我吧，好，我再给你最帅。谁最帅？砍竹子的人最帅。对，谁最帅？砍成功的人最帅。好像快要掉了，我这样我就可以用手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。我相信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出来的。我可以的。等一下。你还是再砍几刀再。没有没有，再掰吧，我可以，我有。也就是我第一次砍竹子，然后就是觉得很好玩，可是比我想象的辛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我觉得你会跟他一起倒下去的。哎，你帮我，你一起跟我。对，你不要误会哦。啊？我没有误会。我需要你的肥，不需要你。你再说我就。就什么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回去啊。回去啊？你自己回去啊？不害怕吗？不害怕啊。啊？为什么会害怕？没有我，我保护你呢。你没有你，我更不害怕。没有人说啊，就写这个。好，我们先来把这个。你绝对不要误会哦。不会误会。啊。哎，我们就一二三，我们就往。行行行。OK。啊。一。二三。胖一点。